好运加大套这一集要带观众朋友南下港都，边吃边玩找美食。超热血的重型风帆是由港都的新选择。拜拜。还有好好吃的港式养茶，现点现做最到底。出来玩一定还的伴手礼，首选隐藏版纯手工马吉。另外，深夜食堂不能漏掉的幽灵煎饺、酥脆饼皮，让你越玩越开胃哦。